介绍一下自己怎么了？介绍你就直接说名字呗，干嘛？你身上有虱子呀？不是我上台这一个，你抖了什么呀？逗哏演员的范儿，这叫你乐个六？怎么了？在场1200位，难免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啊。那背不住。好，你不认识，我想问问你，今天为什么买的票？好像你说听见了吗？啊，哎呀，你个大胖脸，你还想起节奏啊？他可人家九成就有人搭理你吗？你跟脸有谁说没有的？人家喊的多有节奏啊。我是说别拍，我怕他们鼓掌挥鼓的挺有节奏那种，不太好。哎呀，你别拍！哎呀，别拍了，楼上也别拍了。我没想到我来到上海，我成指挥家了，我都。你也来一个，后台他妈乐个六啊！不，这是你们该乐的包袱吗？人家没乐，丢人！你把嘴给我嘴给我闭上！是嘲笑你，你去，下回再来这儿，我给你那座椅底下安一弹射座椅，知道吗？弹台上来，弹到4万米高空里，不给你安降落伞。哎，没有想到，一直都说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是。特别有文化，特别懂礼貌，特别能懂演员的观众朋友们，这还不懂吗？没有想到今天我来这儿这么针对九南哥。哎呀，呵，你再喊呀，我听听。哎，爷爷在此。你干嘛改《西游记》了呀？别找我，这挺烦的，我这两天。你烦什么呀？有人欺负我。人这不叫欺负你。那叫什么？怎么就欺负你了？我没说今天。今天你们刚才啊，就捧他踩我这种行为不叫欺负我。这就叫虐待，知道吗？虐待。不叫欺负，我是前两天，各位。我让人欺负了，怎么你这么发达的城市没有人性是吗？怎么没人性？你会让人欺负了？你碰见打狗的了？放了，咱不说好了吗？你什么品种？你忘了？你咱是光动口，不能动手。你挑衅！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这两年管得严，你知道吗？这要搁10年前，你早少块肉。是啊，没吓着他，吓着他进俩那女的了。我这往前走，那姑娘正去，给吓跑了。你等着啊，你等散场，你别走，知道吗？干嘛呀？哼，我让我们这几个工作人员一块我们咬你。嗯，南哥走哪儿都是有队伍的，知道吗？哎呀，那你说说吧，说说让谁欺负了？哎呀，有人欺负张老师。还张老师？作为德云六队实力掌控者，呵，德云8队兼德云10队队长。哎呀，作为真善美的传播者，丰台镇8方，玉面昆仑侠以及德云剑仙。剑仙了，完了！你找没找着地儿？这俩？不行就分手吧。女的糊涂，男的也糊涂，你喊呀，你咬他呀。你不能你发生什么事就老让人家也那样。你又动手。
掐。不是人家来这听你相声，来完了之后分手了，那多不好啊！是情侣吗？是呗。说话！哎呀，大大方方承认啊？怎么是听不懂？听不懂汉？听不懂普通话是吗？什么东西？啊、哦哟。完了，今儿没玩好，每天是踢起来拿嘴能叼着，踢起来康康一口就叼着，今天不行。行了，快！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哦，想把鞋扔下拿嘴叼着、哎，你们这票钱翻十倍我也来不了这。哎呀这！哎呀，你快说说。快说说，你说半天老说半截话，你说说具体怎么回事，让人怎么欺负，说出让我们大伙一块高兴一下。你们已经高兴好几分钟了，你来来。在北京有人欺负我，所以我来到上海，我想拥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。没有想，没有，对，没有想到迎接我的是上海观众朋友们的大嘴巴。啊，那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先叹气了。问问你啊，啊，问你，问这个北京啊。北京的可能有上海观众不知道，北京是有环路的。对，上海是高架，北京是环路，以故宫为中心嘛，后边是二环呀、三环、四环，一直到六环。对，问问你啊，你走过，你走过二环吗？走过，走过二环啊。我问你，这二环是不是说人人都可以走？谁都行啊。啊，你看这，你还老担心，你看老担心，快起来。怎么你这要现原形了是怎么？我们已经不想演了。我这包袱刚一张嘴，爹，狗不能走。我没有想到这个，我演这个作品已经五六年了，这还有人记得这个东西呢是吧？啊，大伙都知道你什么变的。你把这个嘴给我闭上。我把这嘴闭上，把哪嘴打开呀、啊、我就这一个嘴。合着你的笑点是长在后边。哎，你这打开了，说说怎么回事？我还不说了啊！这底下都是狗不能走，我不对，谁都能走，你就不能走了。啊、我问你，坐公交车行不行？谁呀、啊？不，对，都知道那狗不能上公交车呀。哎，你要导盲犬还行。可惜你不是那品种啊！我去坐公交车，公交车嘛。啊、哦，那天我坐在公交车啊，有的座是单独就一个人一排。啊，对对，一排就一个。我就坐这座，大伙儿应该都坐公交车。有的公交车那座是朝后坐，倒着的。哎，倒着坐。我就坐这儿，上来一大哥跟我坐对面，脸对脸。哦，我就不爱啊，把这正脸面向别人，因为什么？很多人都认识。哎，我听不见流言蜚语，他这时候听不见了。所以呢，我坐公交车，我喜欢什么呀？啊，哎，我不是挨着玻璃吗？把这玻璃打开，我把这脑袋探出去。这不行，坐私家车你可能老探出去。不行，不行，那太危险了。我告诉你，这秃顶，这包你再笑。我把那大脸的头发薅下来给你直上，你信吗？什么手艺都有。我就探出去，我吹吹着风，吹风这多危险呀，多出一块来、啊、我毛毛撞死我自己的事儿。你这不坑人吗？坑人司机，你这我乐意，天天这么怼我，我还有活的必要吗？哎呀，看看看看北京啊、哦、我的家乡，游览大好河山。那你上四环坐就能看见你们家。我乐意，我乐意。在二环坐，你乐什么？1200位就你乐。一看他肯定他朝阳小区那边来的。你俩是什么组合？一个秃顶，一个 M 头，你俩。什么玩意儿？你俩互补啊，坐一块儿。一卸顶，一高发际线。哎，长得像我们贝吉塔赛的似的。那什么都看过。别搅和，差什么忘了我这。你发生的事儿你忘了？探出去，我正看着呢。坐我前面那正脸那大哥啊，也把脑袋探出去了。
得，他就想看你。那我怎么看风景？你躲不开呀、啊，我没法看风景了。啊，我就说呀，大哥，嗯，往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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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还说呢，嗯、啊，你往里、啊，对，你把头缩回来，跟我抬杠嘛。嗯，你赶紧的往里啊，我这我看路呢啊。你赶紧往里，听见没有？就不，你说他多欠吗？那就对不起了。他要干嘛？那大哥吐了。哎，中午他吃的赛百味。你都能看见，你是尝出来的，是看见了。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啊，嗯，我就决定，我要买车，我要有自己的车。哎，那你自己开自己的行。当然，咱们是有规定的。嗯，有车你得先有本儿，那多新鲜呢。我没本儿，我就得去学本儿去。学驾照啊？我学驾照那年不像现在是四个科目啊，我学那年早就三个科目。哦，少。一二三是交规、倒车入库和上路。哦，哎，交规简单，100道题答对90个以上就算你过。嗯，然后就是这个倒车入库。这也得练技术。我学的是这个手动挡，都拿这个练。学倒车入库，先得把这车发动起来。嗯，嘿，怎么发动起来？啊，踩离合挂挡，松离合踩油门，车就走了。你点火了吗？我等你这发动起来，你怎么没发动？有必要非说这个步骤吗？我听着让你发动，你没发动你。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儿？没事找茬儿，你有点。我不是，我就细致。细致，点火啊，踩离合挂挡，松离合踩油门，车就走起来了。摘手刹呀，这你考试通不过，这叫油离配合啊，油离配合。嗯，油离配合要是不好，这车会有什么样的情况？什么呀？哎，油离配合啊，松得快了或踩得慢了啊，腾一下，车就停了。哎，憋灭了。哎，我这油离配合就不行。刚新手都那样，掌握不好这个感觉，力度差点。所以我先开始学车的时候，我天天都是这样。嗯，净抖了。所以我驾校看着谁都跟熟人似的。哦，哎，看谁都点头。练倒车入库吧。嗯，是怎么着？这边有仨杆，这边有仨杆，你把这车倒进来，就算你过了。啊，见天练，白天在驾校练。嗯，晚上回家也练呀。那回家你没有车怎么练？有啊。吃鸡，刺激战场。哦哦，游戏。对呀、啊，那能练着吧？这游戏里边是不是有车？地图里头是打枪的游戏。我不打枪，不杀人，不团战，不舔包，把地图里的每一辆车都停回车库。你这怎么想的？你打字都夸我呀？啊，你真的是一个和平精英。然后是一排星号。对，啊、练了有一个月。嗯，考试啊。到、哦、哎，考吧，这边仨杆，这边仨杆，嗯，倒，倒过，打着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最后倒过来六个杆，碰到一个，碰到一个，我觉得应该就没大事儿，那也是杆儿啊。那个考官从屋里冲出来了，啊、嗯，嘿，你怎么考的？你学没学？你要死你，你行不行？我说你至于吗？六根撞倒一个，干嘛跟我这么凶啊？废话、啊，你撞倒的是什么教练？哎呀，嘿。撞一人呐！六个大小伙子把车抬起来，来俩小伙子给教练抽出来。好，在里头压着呢。上担架。嗯。走的时候，教练冲我还比划呢。加油！哎呵，你一定能行。嗯，你得鼓励他了。练了一个月，这个倒车入库算是过了。哦。然后就是这个上路，路考。哎，你说谁一出生就会开车呀？那是。你不得慢慢的学吗？对。那有的驾校教练说那话太气人。怎么说呢？就损你，是什么样、啊？比方说现在啊啊，你开车，我是那学员，你是学员，我是教练。哦，来来，你开车，我说，来，我开着，开，哎，哦哦，我开着。看着前面那人了吗？看见呢。踩油门撞死他！不，撞人了那哪行啊？不能撞，不能撞人、啊，不能撞，不能撞人，你还怎么踩刹车？对对，有你跟我废话这会儿，我早踩了。接着开，啊、开，你开快点行吗？快快快！你开这么慢，吃屎你都赶不上热的。踩油！你开这么快，你赶着吃屎去啊？怎么都不行了。哎呀，天天我就在这个忍辱负重中学习。哎，学了一个月啊，考试吧。考试当天呀，那个教练跟考官不停在那儿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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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看人行横道，手刹、安全带、后视镜、转向灯，看快点，注意点。人能提醒你呢？给我就说慌了，啊，乱一慌啊，我就把这个油门当刹车了。哟，这可危险！新手大忌呀！啊，刚要停车的时候，噌我就窜出去了，得，当就撞旁边一个大树上了。哎呀，还好。哎呀，万幸啊！嗯，撞的是副驾驶。对。教练呀、啊，六个大小伙子又过来了，车门给锯开，抬出来上担架。嗯，走时候冲我比划加油。哎，这教练这命真硬。正看着呢。嗯，这个驾校的校长过来了。嗯，我们这驾校啊叫肇事驾校。叫什么？肇事驾校。就憋着学完了出事儿的。驾校的校长姓赵，他开的驾校肇事。赵氏他们家族赵氏驾校，你改改不行吗？校长找我来了，九南，拿这个信封啊，这是你报名学驾照的那个5000块钱，啊，啊，我们把它退给你，这啊，这个实在没法教你了。咱们驾校对面还有一个驾校啊，叫陶艺驾校，啊，我们这校长姓陶，哎。你呢就上那个驾校你去学车去啊！我说校长，不瞒您说，嗯，我就是被对面驾校开除过来的，谁都不要。我说您让我在这儿学呗，怎么了就要开除我？九南，不是我说话冒犯你啊，嗯，咱们驾校是一个小驾校啊，师资力量就不是很雄厚。哦，现在在你手上伤的老师已经有数十个了。好嘛，我们说不能在这驾校在你这儿什么团灭了，太费教练了。我说不行，你要是实在不让我学，我就赖这儿不走了。跟耍赖、啊、校长说那行吧、嗯、那你回家等电话吧。哦，等电话吧。嗯，等两天校长给我打电话。嗯，哎，你过来吧。哦，可以啊，你那个本儿下来了。我这两天没学下来了。我想我科目三没过呢、嗯、我本儿怎么能下来。对，去吧。啊、哦、到那儿一看啊，哎呦，学生站一堆儿，老师站一堆儿，受伤的老师站一堆儿。受伤的还来上班呢？大横幅啊、哦！热烈欢迎张九南离开本校。呵、哎，你走了半径了。主管那个教练还给我剪彩呢。嗯、过去，校长亲自发给我这驾照。这玩意儿真给呀！黑皮儿啊，打开了绿纸。对，照片、姓名、籍贯、年龄、身份证号全有。驾驶证号、驾照一模一样。什么？这不就是驾照吗？唯独。跟别人不一样的是，驾照上多了两个字，什么呀？肄业。对，这没毕业。我一想，不管了，不合格，先买车再说。啊，这也买啊？先买车啊，不要买太好的车，因为咱得练手。这新手，反正找我师哥。谁呀？张鹤伦。找他买车啊？哎呀，我师哥人脉广，路子也。哦。买车买的车好极了。买好车？呀，桑塔纳。桑塔纳千禧年典藏款桑塔纳，千禧2000年，这车比我小7岁，好嘛，买20多年的车，好车，买完之后啊，这车啊，在我们家那院子里，哎，铺了一地，什么叫铺了一地？都是零件啊，买的碎的，这是方向盘，这是轮胎，这边是螺丝。这边 VCD， 这边反光镜，这边后视镜。嚯，拼吧！太碎了。我爸，我妈，哎，拼胶水、鞋带，攒、啊。这都什么工具呀、啊？你这攒，越攒发现后边零件越少，还不够。不够，没关系，上当了。我又往里边续进去一辆自行车和一辆摩托车。好，哎呀，这都能配到一块。好极了，这车拼完了，嗯，太完美了。弄一乐高这是，嗯。还差最后一步啊，就是上牌子。这边没人给你上牌子，那怎么了？这交管局就行啊。你这碎车拼的，那怎么了？一样是车，能给你上啊？到交管局找一警察叔叔，嗯，哎，把车推到交警，推的，推过去，推过去。哎，嗯、警察叔叔您好，这是那个我这新攒的车，新攒的啊，受累您给上一牌照啊，经什么都无所谓，嗯、都无所谓啊，您上一牌照吧，警察看看。嗯，你这车啊，啊，我们是不可能给你上牌照。你看，就你这车开出去啊，嗯，把你撞死那都是小事儿。
哦，我们怕你这车散了，溅伤着周围老百姓。好，我一想，那我没不给上牌照了，这不合格呀，自己买不能啊，自己买假的，自己买牌照，那这不行，违法。上网买啊，买一对牌照，嗯，前面一个，后边一个，嗯，起火，买牌照算上运费，一共花了我50块钱，一共才50块钱，给我心疼的，这不比我买车还贵呢，嘿。车还不到50，我那车8毛钱一斤，按斤收的。这回这车完美了啊，完美了，这叫完美。准备上车，发动起来，还能开。人生要有仪式感啊，对吧？站在我这车的主驾驶旁边，嗯，先把我这车门打开了，啊，有门，嚯，还往上翻的，蝴蝶门，最新的。你个小村炮，你真厉害。嗯，先不着急坐进去哦，坐进去是最后一步。嗯，双手握住我的特制方向盘，特制的纯银打造，银色长条纯银，两边弯下来有两个胶皮套。这甭问呢，这是自行车那车把呀。对，我说了，虚拟你一辆自行车。对，放好了啊，然后点火。要踩不着你再换换，这黄豆吃多了，你这走两步窜，哎嗨，还当上自行车这么上呢？开，嗯，20迈，就开20迈，风驰电掣，反比走着快点吗？20迈，我能体会到风驰电掣。嗯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什么原因啊？因为我们没有挡风玻璃。哎嗨，太惨了。哎，开，嗯，正开着呢。旁边啊，有一小车。哦，那个标啊，这儿一盖，这儿一盖，这儿一盖。什么？奔驰。奔驰。看着这车，好像比我值钱似的。甭好像，就是比你那值钱。你值钱值钱吧。你超我干什么？你这车都不值一咕噜了。他超我，超我，哎，我觉得有点瞧不起我。啊，那你要怎么着啊？有点，哎，有点侮辱我那意思。人家好车就开得快，超他，你还超他？抹他，嗯，加速，踩油门，咔，踩油门，嗯，超过去了。咱这车速，就能把他超过去？那他当然了，超过，超过去不算完哦，我得让他知道知道丰台拓海的存在。他还要飙一下，知道？我得让他知道车神的存在，他能飙车吗？超过去同时，我得喊一嗓子，干嘛喊呀、啊？让他知道我的存在嘛。嗯，超过去。啊！这什么玩意儿叫唤？这接着开，风驰电掣，正开着呢，旁边有一交警给我拦下来了。嗯，停吧。嗯，遵守交规啊。对，停。40分钟，停下来了。40分钟，停好了。停好之后呢？嗯，把先玻璃打开，跟交警谈。说话对吧、嗯、哎，按一下按钮，玻璃慢慢往下降，像有侧面玻璃。对，没有前面玻璃，但是四面都有玻璃。啊，哎，对，交警还说呢，其实您不用这么费劲、嗯、您从前挡风玻璃出来跟我聊就行。爬出来？我说那好，往上抠。哎，同哎，还真这么干啊。交警说你先下来跟我说话行不行？对，车门打开，下来、嗯。警察叔叔您好，您什么事儿？嗯、俩事儿。哦，一啊，你压着我脚了。嗨、哎，你瞧着点儿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到这儿、嗯。那个，二一个是什么事儿？二一个事儿啊，嗯，不是我拦的你，不是吗？上一个路口那个交警拦的你。哇，40分钟开一个路口。不是我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车太快，刹不下来。这个。您上车，我带您回去，咱们那个路口找那个警察叔叔去。他上不上？警察说：“谢谢您啊，嗯，我这个婚姻很幸福，啊，家庭很美满，嗯，我没有必要坐你的车作死。人都知道你这玩意儿危险，自己去吧，自己去吧。那我走了，上车，上一个路口找那交警，下来之后跟交警说，嗯、警察叔叔您好，您刚才叫我是不是什么事儿？您问问您，嗯，你刚才是不是超车来着？啊，
超级奔驰对吗？嗯。啊，我说对，那速度太快，没办法。人生嘛就是这样，我特别快啊。啊呸，这个。好，什么都往外说，你说说。这得多少人对你失望啊！闭嘴，臭 M 头跟秃顶。你刚才超那奔驰，奔驰被你超过之后，在路边停着，那司机趴方向盘上半天没动静。哟，怎么了？赶紧看去。哎呦，赶紧去吧。啊，到奔驰旁边一看，主驾驶一司机趴在方向盘上。嗯，副驾驶有一女的搁那哭，赶紧问怎么回事吧。被你超过也不是哭啊，大姐，大姐您怎么回事？怎么这大哥怎么了？我哥这是我老公，我是他媳妇儿，我俩开车新买的奔驰嘛，说出去兜兜风去。嗯，然后呢，我老公说光开车没什么意思，想来点刺激的。然后我老公呢胆儿就小，我都给他放那个日本那个恐怖片招魂叫咒怨。哦，然后正放到那个鬼从那井里往外爬的时候，旁边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啊一嗓子。多巧吧，我老公当时趴那儿就不动了。哎，吓坏了。我说大姐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这嗨，我这个警察说你行，你甭废话了。嗯，驾照行驶本拿来看一下。对，哎，把驾照给您，行驶本给您，叫你看看驾照。嗯，你别走啊，你别动啊，太假了。看我，你这车呢？你这车牌子是什么网上买的吧？我说警察叔叔你怎么知道我这车牌子是网上买的啊？废话，车牌子上面还有四个字呢。写什么呀？好评返现。哎呀，你倒擦了它呀。当时就给我逮进去了。嗯，哎，所以知道为什么我去年八个月没有演出了吧？哼，是因为开车开的。这事儿吗？我今儿让你媳妇对你永久失望。你自己说的，从当我们大伙面说的。你他这玩意儿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别开了啊，就好好演出吧，进去待些日子，嗯，痛定思痛，对，改过自新。嗯，出来之后啊，哎呀。老话说呀，嗯，老话四个字的成语说得好，哪句呀？否极泰来。出来之后，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。你说这玩意儿，你这桃花运是真旺盛。哎，姑娘呢，说是相亲就奔着结婚去啊，跟人见面吧。姑娘很直接，就问，嗯，那个。月收入多少？因为人奔着结婚去嘛。哦，月收入多少？你说这个月收入呢？嗯，我们是按演一场呢给一场的钱，哦，有底薪，一个月是5000到8000左右。哦，然后呢，有五险一金。嗯，哦哦哦，各方面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都有说了，师傅师娘都给上。嗯，德云社对我们非常好，永远爱师傅师娘。哦，感谢师傅师娘对我们的栽培。啊，就是当时说，不是说今天你们有录像这么说，当时也这么说，真的，你们还嗨瞎琢磨。当时跟着这感谢师傅师娘对我的啊，就是很感激啊。好好，知道不用拍马屁了。行，然后这个家里条件怎么样？父母身体都很健康，有这个退休保险，有养老金，不用你操心啊。有房吗？啊，已经开好了啊，不是那个开，已经买好了，已经买好了，开发商已经盖好了啊，已经开好了，开发商已经盖好了，简称已经好了。哎，那你有车吗？说到这儿。戳到我的痛点了，真是的，没车呀，我那车让人家给拆散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我怎么说？我说没有，让人瞧不起。嗯，我咬住了牙。嗯，有。那不瞎话吗？那行，那哪天呢？你开着车没事，你来接我，咱们去出去兜兜风去，好不好？行。他走了，回去我得当事儿办呀。对你没有车，你怎么办啊？再弄。你怎么不痛定思痛的？再弄，找我师哥，张小伦、嗯。上一次买的是8毛钱一斤的，这回买多少钱的？这回买1.5块一斤的，我翻一倍的，铺的我们小区都是。这更碎了呗？传吧，嗯，传到最后还是零件不够，
我往里，我往里又续进去一辆脚踏船。就你们家除了汽车的零件，别的都有。哎，这车，哎，这各位，你们都没见过这车啊？四个大座，主驾驶、副驾驶。那不汽车可不四个座吗？后边俩座，你们没见过啊？每个座椅底下都有一个脚蹬子。你那座是玻璃钢的吧？好车，开出去。这回四面都没玻璃，接他去，接他去。下来吧。他一下楼一看我这车，他都惊呆了。哇塞，这叫路上见这玩意儿，概念车。哦，概念车，净剩想象了。行，那你带着我咱出去兜风去吧。我说这个现在不行，你看现在是早上得8点，正是早高峰，警察叔叔们都上班了。那是因为您也说堵车的事儿。而且呢，咱说实话，去年我发生点事儿，我已经上了北京交管局的黑名单。所以呢，我就是我现在不方便，咱们呢先蹬着，蹬低碳环保，低碳环保。到晚上天黑了，大伙儿都下班了，我带你把车发动起来，我带你体会什么叫速度与激情，激情啊，速度与激情啊，这刚出来你，咱先蹬吧，蹬，主驾驶搁这蹬啊，副驾驶搁这蹬，带着四环，我这回圈大了，四环一日游。对，不一天也骑不回来呀。等早上起8点蹬到晚上8点，嗯，姑娘都累得不行了，别蹬了啊，两条腿的筋都快断了。这姑娘体力够好的了，你把她发动起来吧，嗯，我看看什么叫速度。对，不着急，路边有一小卖店，嗯，咱们娘俩，不是咱们这个，给你介绍一多大岁数的，这是哥。你这张嘴能跟人那么客气？咱们姐儿俩，咱们哥俩，咱们俩人啊，啊，先买点水喝一口。哦，补水。咱们先对，喝两口，咱们再蹬啊！把车停路边，到小卖铺。啊，哎，老板您好，给姑娘来一瓶常温矿泉水，常温矿泉水啊，体贴。给我来一瓶啤酒。怎么了？酒后。酒后怎么了？开车。我这叫开车吗？哦，对，他这没开起来。哎呀，行了，发动起来。坐好了，主驾驶、副驾驶。嗯。发动起来。这还用摩托车那把？速度太快了。快。正开着呢。怎么样？路中央出现一老头。环路上出现一老头啊！哎呦，赶紧刹车呀！对呀。啪。你也砸呀！好，你甭管它是什么制动形式，能不能刹住吧？咔一下，能刹住，闸线就崩了。哎，这嗨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嗯，因为当时啊，我上一个事情就是40分钟停到路口，我才吸取了血样的教训。这回呢，我安装那个 ABS 防抱死系统。你这车都浪费那个 ABS 防抱死系统，紧急制动。那他能给你刹住？那当然了，主驾驶、副驾驶各有一个。啊！当时我把车门打开，他把车门打开，把腿蹬出去。哎，啪！拿腿蹭，有5秒腿就收回来了。对了，鞋底都磨没了，是受不了。这时候不要慌，嗯，跟老头说话，哦，喊一喊，让他躲躲。那当然了，对，探出去，嗯，呆。你甭探头。别慌，咱们俩躲开就撞不上了。对，错开了。您往左，哎，我往右。对。当时都往一边，老头啊就往他的左边啊，我就往我的右边，撞上了，当时就飞出去了。嗯，哎，躺地下3秒大起来了。老头身体不错，嚯，可以啊。我说让我往左，你往右呢。嗯，你瞄准了撞。老头还没事儿，赶紧过去。大爷，不好意思，您没事吧？嗯，没事儿。嗯，年轻时候练过，那还行啊。得亏没事。那你这就行了。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大爷。这，嗯，那没您没事，那行，那我对不起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哎，别走啊！干嘛？赔点钱吧。没事儿还赔钱？嗨，您怎？
您不没事儿吗？对，我一说没事儿，老头叮咣躺地了。哎呀，颅骨粉碎性骨折。好，那还能说这话来？来10万块钱吧。这碰瓷儿啊！那姑娘，我那约会那姑娘啊，一听还要钱呢，从她那副驾驶挪到我这主驾驶，掉头就跑了呀。她开跑了。嘿，这娘们真仗义呀。嗯。人没了，车也没了，我得追呀！啊，起来我就追我的车呀！嗯，老头一看我跑了，老头起来追我呀！哦，对吧？跑吧，穿大街越小巷，啊、你别说这大爷体力还真不错，能跟得上，一直没甩开。嗯，穿大街越小巷，跑进了一个黑胡同。嗯，也不知道谁缺德，哦，地上有一井盖，他把这井盖给挪开了。哦，我眼神不好啊，嗯，没看着我就掉井盖里头了。哟，掉井里了！我心想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。嗯，没2分钟，老大爷追上来了。哦，老头一看我，要不说嘛，人上岁数心地还是善良。是，老大爷一不说话，一伸手把你拽上来，把盖盖上了。